如果我女朋友是律师。BBBB， 有些事要找你帮手啊。什么事啊？讲。我同事咯，两个月之前啊，差60元饭钱，现在都没给回我。不如你帮我出封律师信啦，追佢快啲还翻钱俾我啊。哦，咁咋？系啊。咦？呢个咩嚟噶？咁我系律师啊嘛，我写嘅信咪律师信咯，攞住。哦，有啲道理喎。啊，有样嘢好重要，唔记得咗。咦？呢个咩嚟嘅咧？律师费啊嘛，咁你揾我出律师信，我收翻啲人工好正常啫。吓，我60元饭钱，你收6000元律师费？吓，我平时分分钟计几亿上落噶，俾咗个男朋友 special offer 你，攞住啦。哇，真系多谢晒喎！唔使客气，记得入钱。去啦，go go go！